胡歌杨幂曾经有过一段三年的感情。杨幂胡歌在2008年没有拍《仙剑三》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，但那个时候仅仅是认识，还不是很熟悉。但在《仙剑三》拍戏的过程中，二人性格比较相似，互相有好感。有内部人士透露，在片场就能看到杨幂和胡歌暧昧不断。但是拍完《仙剑三》后，二人因为某件事情闹得不开心，最终分手了。但是胡歌始终没有放弃杨幂，最终在2009年二人又重新在一起了。2010年11月份彻底分手。据说胡歌是杨幂成熟以来爱过最深的人，胡歌本人也是爱得不浅，三番五次的复合，分手之后还想把她追回来，但最终仍是有缘无分。杨幂大婚之时，很多昔日宿敌都发了喜糖，比如向来爱在微博上黑她的扒皮王，闹翻了的经纪人蔡艺农以及唐人一姐刘诗诗等，唯独忘了胡歌。而胡歌却在杨幂结婚当日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，疑似追忆他与杨幂昔日甜蜜时光，伤感异常。一批好事者还把胡歌抢婚刷上了热点，他俩的恋情是未承认的绯闻中最靠谱的一段了。据网友圈少爷称，胡歌和杨幂是真的，也是10年分手，后来因为杨幂接游戏代言得罪了唐人，胡歌所属唐人公司才不得不和他分手。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胡歌的妈妈作为典型的上海女人，不想媳妇儿是戏子，这事唐嫣也知道，所以自然跟杨幂走成了最亲近的闺蜜。正因为和胡歌有点感情，所以得罪了刘诗诗，加上金鹰电视节的原因，杨幂绝对跟唐人一姐刘诗诗是势不两立的。现如今杨幂跟了刘恺威，刘诗诗跟了吴奇隆，命运真是捉弄人。最后希望杨幂和刘恺威百年好合，携手到老。